怎么样啊？想说什么？是说很害羞，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很害羞，因为这个 MV 当中两个人有一些那种比较亲密的啦，互动的戏，对不对？不过呢，我们让这个局长先平复一下害羞的心情，等一下可能会现场让你们要重新上演 MV 当中那个亲密的画面哦，先培养一下。아니이렇게사람들앞에서뭔가같이다모니터한다는게참첫공개라서그런지제가더떨린것같아요오늘아因为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完成版所以呢而且跟这么多人在一起看这个完成版觉得好像很害羞真的觉得很害羞啦不好意思可是呢跟君娜说她表现得很好很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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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爱你可爱亚伦很帅帅帅你可爱亚伦他比较喜欢人家这样请说他可爱真的吗对对对可爱哦不漂亮很可爱不漂亮很可爱不漂亮但是很可爱怎么这样子说呢怪怪的呢是又漂亮又可爱哦Both beautiful and cute 谢谢不用客气谢谢不过呢我帮这个亚伦先跟大家聊一下当初怎么会想要这个到韩国去找 Gina 来跟你一起合作歌曲合作歌曲对、啊、因为这一次就是二分之一这首歌是跟韩国的他们 Cute 公司一起合作的那当时我想说这是一个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何不就找他们公司的这也要发片的 Gina 而且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有爆发力很好听也希望能够让这个偶像剧的主题曲能够有一个新的感觉的确是听起来感觉蛮耳目一新但是我问一下炎亚伦你怎么样到那个拍摄当天啊发挥你那个独特的气质让这个两个人原本不熟嘛然后见面之后很快就是要变得很亲热啊很熟悉要拍一些比较近距离的戏份嘛的确你怎么样发挥你的魅力一开始真的蛮担心的对啊因为我比较不会讲韩文你北洋共我只会감사합니다对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这些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如果我讲完这些该怎么办干掉对干掉结果后来发现他是从 Vancouver 回来的然后我们就后来有用英文开始沟通因为亚伦的英文 very very good 还好还好了骂一点点对然后除了用这个英文沟通之外就是有发挥就是地主优势就要把那个气场拿出来对强大气场强大气场因为女生通常是比较被动跟害羞的、啊、所以依照我的露天型的个性、嗯、我就把强势的就是对把他这个肢体这部分多接触一点他可能就减少害羞这个你说来了就开始摸就对了是不是你就说肢体的部分就是走过来这样子一开始他就要开始拿我的眼镜了、然后他就会害怕弄到我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腰稍微搂进来一点那我就问一下 Gina 而且搂腰这个有学问有学问是不是你要现场示范一下吗不能搂太高不能搂太低不能搂要搂中心要搂到那个正中红心就对了是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应该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搂下面就有不好的暗示搂上面就表示我想跟你往上往下都不对太有距离